层面更比桃李把花绣得江头地那丫鬟好像是雪从必是那千金救助我自己心花自落下地小姐最好去去不轻易病中轻松下关机谢称地下后发一只暖色的孩子万不夸对顾一臂咦，这只孩子好生面熟，哪里我看？谢称我来问你小姐何事自从你进的府来小姐对你是何今日见面小姐茶余差去谢称不怪怠慢那天我命你写王令家你哭声去过小姐吩咐哪管不去送去哪件东西一毛一套哈子孙教育侯生林家相公林公子林姑爷呀哼晚不与我跪下宽此事侯法哎呀小弟你不要粗瓜子了一旁余生哪里来的野小子尽管此次打探私进我家花园哎呀谢称大姬小生就是林昭达原来是林姑爷呀你快下来吧哦姑爷我家小姐在此啊小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小姐不言你贫穷，今日你我不相对诉苦衷。
三把两黄金交西城，怕是为何门恩西登？Thank you.
在哪里呀？现在我就往进进，我有谁不想领过烟呢？先生，你花叫王俊进屋啊！姑爷，你将精彩进屋，拿去。就是王儿八路撤进，这都不是叫王进从的花园马棚地下，等来这风平浪静，这是不是故意在门口送信？
动静啊，严加管教不肯放。是他是他儿啊，你快到内房
我的天主高恩起头，但愿得苍天保佑，祸不万刀。妹妹喜公祖娘娘，当朝国舅有威皇，保证镇州去方良，抬棺开封，坐大堂，来，有将审案带上堂来。是。林昭德，你为我生一场进皇家花园杀死丫头西村。哎呀大人，小人冤枉。咚，门上有血色一为证，内王有草册血衣一件，你晚跟地来。大人，小人有下金用兵将。林王两家朋友求，早得与小姐早联姻，这位青年无家病，那王城市里要老婚，那天我叫为冯
风筝，花园里巧遇王千金，相见不忘夫妻情。他养我去年在山根，我夜半莫喝金园门，不知何人杀西城，得到私藏心有金，闻声先羞涩一惊，慌乱匆忙为家迎，敲门贴上血咒印，句句言语都是真，万望大人伸冤情。一派胡言，以后凭证。有小姐助阵，警察一子，警察现在何处？就在小生的身边。呈上来。是。禀大人，想在王府花园查案之时，在泗水旁边也是的警察一子。何？小金国舅谢大
我早晨开工，才是
只怕一命难认。林昭德，你早死不早，早死不早，我早，我早，我远早了。华公上来，华公，虽遭我逼从前进，狼傲自道自该问安，血草阻挡三英军啊，两帮牙医唐下人，要想生源半不能。走，走，走！押进监去。是，冤枉啊！琳琅我
我是金花。不不不，不好了，姑爷是万草成才，老爷是一分厚礼金牙内，孙家自保金无病，西子起真无姊妹，望尘风景亲，王家也免再言。
世间清官哪里好事不久，从不一人看他对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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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老身有要事在身，官路匆忙，将小姐葬到这里都有得罪。不不不，是我官路匆忙，将老身家葬到于地，方不见光。去哟，快官王发场。且慢。沈家遇事，你无度将。小姐，我看你身穿孝服，见王发场，不知几点何人呐、啊？何不将这与你无关？今日发场战犯，乃是我儿臧德。故而孝分。莫非就是王子千金？真是媳妇，上来与我啊！一见前程怒气生，妇女传统良心退了婚也不怕羞，我用刀击孩儿你。不不息怒，息怒于满腹阴精，
等我将喜禀告。是，肯。不去错心张有情，花言巧语谁相信？我拦桥高张要听真，哪有功夫不假话听？咱只唱自高得真，深情愿望儿从生。转恶分明将功成，你们妇女也要做刀下臣。啥子唱自高不争，愿人黑的儿送命，老身总算是天哪，不不，做鬼也要报仇恨，不不，不不亲为，不不亲为，林家将你当罪人，何必再枉法仗义，去哟。
当初激动一语二语花月香呀人娘，他无定身为身穿小黑我又何必刀法藏莫再为我陪
亲耳边三声讨，李老赶着你吃饭一下儿，再要想梦见不到。几点上礼完毕，正在吃饭，催他快些。是，大人有令，时辰将到，几点完毕，速立发掌。喂，鬼子是声声催叫，我这里心惊若跳。狂风起，飞速直散，倒不是杀出本番，苦也是尘满开道。气氛我死也不离法场。好，用你一刀。
起王室千金，生计琳琅照得家与你定亲，指望偕老长城。西陵门里你把落挂王家设计新生，门无语兵兵夫不登，老无私里吕相会呀退婚，妾身尽忠，长思记住夫君，珍惜天赐良机，化缘机灭，相压成金。谁知兵空王屋，写臣陪杀。清兵四季离了八方娘亲，苦练我未披甲衣，先穿小裙，那雷同王心魂之楼，未发丧士兵之计，呜呼林郎穷子远则真他黑永难分明，且真天长地去无事苦尽，苦也身亡天与掩护苦非于离，叫也身亡天与而护无不自问。陪他快些，是大人谕令，快些！呜呼！官府之臣心归，王法无与分寸，经不起夜莺逼宫，熬不知山口落文，却当成早与客难分，发苍盘斩。在两名在呀两名，这哪是什么几分分明是在高声喊哟，来呀，是将他滚出府上。是是，死人一道命炮退刀，是刀下留神，包大人有令，留下山外谁攻为靠，现在监斩官与斩鬼子孙一并同裁。丁大人、包大人有令，留下人犯谁攻为靠，现斩监斩官与斩鬼子孙。
令做得上好。是。先帝大人，小的谁将实情说来？大人，用兵令王两家朋友亲，早得与小姐早联姻，这位青年嘉宾，那王城市里要拉婚啊！那天我郊外放风筝啊，花园里巧遇王千金，相见不忘夫妻情。他要我娶您在山根，我夜半没喝金元门，不知何人杀西城。心有惊，闻声鲜血若已尽，慌乱匆忙为家迎，敲门贴上血手印，句句言语都是真，万望大人伸冤情。既是冤枉，当初你为何挖苦造成？大人啊，是因为不由我身边，先当死死最容易。是狼是虎必得尽，我本着死生怎能成？可怜我也无凶器，而无正直却当趁早定罪名呀！哼，学艺一剑做凭证，门上还有血手印，血迹本是砖上生啊，怎能一口就咬定？王千金见过包大人。王千金，当谢万圣，你可认得？是我未婚丈夫林昭德。王千金，我来问你，山与出山也山根，你可真想呀走得去黄金？听说林家都贫困，曾经了表夫妻一经
家之宝金不平，望成功金惜分明，惜草虽为乱脱衣，自露得谁上家谁远难分。龙三不惧堂上凡人你不问，今晚身子太空恨，少一马发了黑，保证其为去往亲，往亲堂上既说与共人去心诉衷情，那
王家长们，俺在三处山金谷花园与凶杀嫌疑者都带上堂来。是。领早的残牙下雨，往七进到下后身。王清我姬薛草，你还有何话可讲？哼！临走的花园杀了人，就该发丧此事因。王清送我金吾兵，李朝王来何作人？报何人？你说此案有冤情，我问你真凶是何人？交出真凶俺身轻，万把事情做怕人。你交不出真凶是何人？冒犯国舅赔不起，告辞哪里走？上殿追本事。好好好好，深情愿意再结局到那时，只怕你欢纵枉法难逸。王家念你怎么带到带上堂来？是，带上来。公堂上话心胆惊，举案从地要雷城。见过包大人。可是报名上来，丫鬟求用马夫张北站。三爷出山之言，金德花园为了何事？禀大人，我与西城董事小姐贴身丫鬟，那夜三更时分，不见西城未来，奉小姐之命到花园寻找，谁知他已被杀在地。你呢？哦，小人乃是王家马夫，白天常在花园马棚之内。所做何事？割草喂马。割草喂马。这里有金钗一只，你们可认得此是何人之物？小人不知。哎呀，大人，这只金钗是我丢失的。何时丢失？数月以前。哪月哪天？记不清楚了。丢失之事，可有人前来见过？夫人。可有人前来问过？也，夫人。嗯。大人。我想起来了，那是张北站前来问过。哦，他问你什么？我看那柄金钗灵巧得很。
生，问他是在何处买的。后来经查，俱不知去向。是。他经过检查，却推测不知，为作话是何必心虚。他但张北站，你花园里听起了道心，家差一次偏去往贼，识破贼下，十四小贼精神当上，万不走啊！哎，哎呀，包大人，督导你既明无私，为官轻生，怎能给抚民抚区，冤屈两民？早啊，血雨受阴，难以作证，一直警察真可为凭、哎。是啊，小生作为主事，凶杀之事，哎呀，还望大人明察。包大人，你靠满朝审问，独一带道，万事难问真凶，西察倒有一股旨意在此。好，你到江来，你靠满朝审问，独一带信。只是凡少一人，怎能此人上得到来问出真凶，就能一日反掌？何人？谢臣。哎，生死怎能反问？定案后必再审。王七进后堂问话，是无恨过来。我以为逍遥发来一身轻，才子发上来报真，放在堂上一翻盆，我心惊肉跳不稳定。哎，成年事，抚平生。
张梅赞，张梅赞，镜子大姑，镜子大姑，张梅赞，听说此案明日就可申请，就没有你的事了。明日就可申请此案。包大人英明果断，明日破案，你就可以出去了。明日破案，明日出去。哎，张梅赞，听你口音好生耳熟，你哪里人士啊？陈州。哦，这就难怪，原来你我是同乡。哎，金子大哥，你也是陈州人士？哎，你陈州哪里啊？陈州南乡。哎呀，真是越发的巧了，我的老家也在陈州南乡。哎，卡的榆东乡。这些人间孝敬大哥，还被谁去里里外外外往找你？哎，大哥莫非言少，好好好好好。哎，张大哥，带我去古戏剧嘞，我们饮上几杯。这里起居怕有不便吧？哎。莫让不莫下，只要有钱花，什么都不怕。哎，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一个同乡，哎呀，真是凑巧。他是明日就可申请此案，难道我的行动已被看穿？我被他隐藏几杯探听看否。哎，大哥，好大哥，请坐，请来，哎，大哥，我来，好，张大哥，请坐，滚。来，请，张大哥，今日我心中高兴，我们来一个不醉不休，不醉不休，来，我，哈哈哈哈哈哈，来，再饮一杯。请，哎，金子大哥，你说明日就可申请此案，哎，不知这扶贫扶举是何端哦？哎，包大人为民天下传。安转，他自从开封做了官，升过多少府对案，马花娘自从晚闻，民间冤情他要管，李太岁78年，宫中几案他能断，十段阳，二段阴，身份归文也有权，只要将血册带上堂，这杀人的凶手难隐瞒。哎，张大哥，举刀翻台了。张大哥，我看你有些喝醉了。哎，我没有醉。张大哥，带我再去古戏剧来，我们来一个不醉不休。不用了，带我再去古戏剧来。不用了。保证养生你。
臣张景江，我扮作谢臣归文扬，骗得二人卢去风，可谓令郎深冤枉。乱加审判，发配边关处决。
去。哎呀！令赵德五彩四方，母子的愿，令为王金三八。上级在他接着两人，以他王七进城回。
今日同。